受泳級大家好，衝出美麗新態度，一場嚟到芭堤，梗係要玩水上樂園啦。不過就唔係俾好多錢入場嗰個水上樂園喎，而係一個免費水上樂園。點解要免費咧？皆因住喺呢間酒店就可以玩佢嘅免費水上樂園啦。色彩缤纷，古灵精怪，水上乐园固然吸引，但一啲较为平实水上乐园亦都唔弱啊！好似呢个咁样，拥有六个唔同主题嘅泳池，兼且仲有五条垂滑梯。最大卖点就系话啊，玩完之后咧肚饿啊，食个晏昼先啦，食完晏昼再瞓翻晏昼觉都仲得，跟住瞓醒觉嚟再玩过都冇问题，免费入场，兼且够晒方便。我话芭堤嘅海景唔靓啊，咪几靓嗱？呢度嘅水上乐园虽然话免费啫，但必须要系呢度嘅住客啊，先可以玩嘅。你唔系住呢度咧，闲人免进，冇得玩嘅。咁住呢度咁，梗系要俾钱啦。五星酒店价钱唔会超平，咁但系都合理抵住嘅。咁呢间酒店又命名啊，呢个哈哈哈酒店，即系五五酒店。点解？因为呢度拥有555间房，哇，几大几宏伟啊！咁全間酒店咧都係就呢個型格作為設計，有少少森林 feel。咁由樓下 lobby 啊、搭 lift 啊，每個位置都見到少少好似走入亞馬遜河嗰啲森林嘅感覺咁啊。甚至乎房裏面嘅設計啲藤椅啊，各方面咧都有少少接近大自然 feel 嘅。嗱，燈柱咦跌咗落嚟嘅眼燈，呢叫設計，唔係跌咗落嚟。咁嗱，呢啲一枝木咁樣，就好似喺原野森林裏面咁樣啦。甚至乎呢張台咁樣樹葉型嘅設計。房間方面的設計就不會話好泰式，但係有一種好似探險的感覺，都因為以前看電影咁樣，專登有啲嘅吊線啊，有一種 Indiana Jones 啊呢啲嘅探險 feel。入到房間個感覺啊，同埋嗰個 design 咧都好舒服，同埋係有啲主題嘅。咁我更加中意就係坐出邊嗰啲位睇無敵海景啊嘛。